哈哈哈哈哈！谢虎，还是这么不堪一击呀！谢虎，怎么样？谢大哥，战俘呢？放心吧，战俘已经救出来了，来得正好。我今天就把你们三个一起送上西天。板垣，今天你的死期到了。板垣，我要为那些被你杀死的战友们报仇。你们这几个笨蛋，在我面前何谈武功？啊！再告诉你们，你们大日本帝国才是永远的胜利者。你们想做胜利者，没门！来呀，来呀，都给我站起来！呀！Ha ha ha ha!